即马无输一百输，一定 YouTube 哦，赶紧嘞来点赞、分享，和啥物啊？订阅，个加小叮当。阿弥陀佛，不是小叮当啊，不是小叮当。这是册店，但是无咧卖册，啊，互借互大家等于看，吓、啊。干那借，无咧卖。无咧卖。啊，那像我外地来，我那想要借。你借、啊，你借了，你看了，你搁寄回来就好啊。新册人愈来愈侪，有诶时阵借一本，啊，新十本诶，吓、啊。哇，安尼你为虾米要伫遮开册店？那拄好是咧遮诶国小诶棒球队诶教练，吓、啊。你是教练？看袂出来呢。我嘛看袂出来。有的时阵，伊那食饭拢走去弯刀，啊，读书嘛去弯刀，啊，到尾啊，我就开一间册店，啊，大家来会当来遮写功课、看册。哦。但是就愈来愈侪人来遮，吓、啊。你是为着囡仔才会伫遮开册店的？吓、啊，为着弯刀卖小客，吓、啊。哈哈哈！啊，那你事业做真大呢？无。做教练、开册店、搁开咖啡厅，哎，搁有无？搁一个画室。还搁有画室？嗯。啊，迄、那个画室。伊敢有开放？有啊，等下叫一个弟弟陪伴做一起好啊，吓。好啊，安尼，等下来去。好啊。这就是阮要带囡仔画图的所在，以后诶，社区诶大人嘛会当在遮画图，搁我会请诶画家来。哦。好，这间厝是阮朋友买落来，啊，但是。伊毋知要安怎用，啊是还使用。后壁我就甲阿宝两个做伙来，甲这间厝慢慢啊整理起来。哦，这拢恁家己整理的哦。系啊。啊，这画嘛是恁家己画吗？遐尼侪画，就是因为阮咧找迄个店长，啊，每一个店长都有伊家己的才华，啊，所以这个店长也晓画图。这画图拢是遮的景点，有遮的肖像馆。啊，嘛有遮个北路妈咪的，搁有黑胶，搁有冰果室。哇，安尼恁这开这画室要趁钱啊？这就毋是一个趁钱的所在啊，系啊。所以说，阮就希望遮的环境会当愈来愈好。啊，这是恁弟弟哦。我喜欢谁啊？啊，阿宝喜欢以前有参加过棒球队，伊家咧有利来。哦，你学生。迄当阵我高中毕业的时阵，没有打算说我一定要去上大学来遮啊。帮教练用伊个迄个，说实啊，各阮来经做伙经历，遮侪无同个册店啊、食堂啊，各说实啊，各遮画室，拢是我甲阿宝做伙、欸、做伙用。哦，我嘛是纯粹咧找我的目标安尼，对。哦。等你七点啊，小朋友要下课啊，啊，咱等下要去练球。好，安尼我甲恁斗阵来，看恁安怎练球诶。好、然后我买一些东西、哦、好啊。嘿、啊欸，小陈，买一些
看是要尽力用的物件。哦，哎，听讲你即卖搁你用个啥物旧的台电大楼？系啊，希望甲活化啊，做其他的使用。系啊，系啊。头家，你看起来甲阮教练足熟个呢。对啊，伊差不多来遮五六年。五六年，哎，教练你敢毋是在地？系啊，我来花莲差不多二十年吧，啊，来遮差不多五年。系啊，阿姨嘛足有型个，拄来时阵啊，棒球队啊啥，迄当阵都拢无啊，阿姨来时阵都开始。甲国小的校长去讲安怎成立棒球队，有当时要坐伫外口看的时候，有一挂小朋友伫遐哦唱歌打树绕街安尼。以前拢无吗？以前拢无，哎，就感觉哎，盖有活力。这个村庄有一件年轻的新犬注入，盖有活力都。阿姨册店嘛盖特殊啊，迄煤炭钱的店，迄绝对有趁钱的。阿姨国外饲囡仔饲狗啊，我感觉哦，阿姨这盖辛苦，伊伫遮其实带来的周边的效益。真大，因为有当遐看来，不是有一挂起重机会来，无较早拢桥都歹多，为外环道都拢直接走啊，爱袂去来这个侦查所在。哦，是因为教练的关系，就是有只个店，譬如讲册店，大家来遮翕相，观光客，餐厅啊，做好食的，大家就来遮食嘛。就互相来推广啦。系啊，哎，这少年绝对爱甲支持啊。系啊，好，感谢。但是有赚到快乐，赚到大家的快乐。前进一点，哎，姿势，姿势，姿势，来，哎，脚不要变呐、啊！这样吗？再一次，太低，感觉太低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叫你不要低，你要给我低下。你要给我低下，你要给我低下，不要锁我，不要这么低，不要给我那么好。哎，我。哎。哈哈哈哈哈这样够吗？再多一点没关系。你要教我们功课？没有，我没有教你们功课。太委屈了，干嘛不走？喜欢去讲。到底谁教你们这样说话的？阿宝吗？没有，你教的。哦。好了没？好了没？要吃饭了没？阿豆。吃完还想吃的还有跟我讲好不好？好吃。那你们觉得胡教练对你们怎么样？好啊，很好。怎么样好？营养帮助我们可以有一个宿舍，让你们有地方住。对。还有呢？让我们变强。可以。还有功课，还有带出去玩呢。带你们出去啊！哇，教练怎么这么好？带你们出去玩。假日带我去，我假日回去了啦，不在花莲的。想讲就是特别为台南来到花莲，就是想伫这球队，是不是？这囡仔较贤拍球，还是较适合拍球？无啊，就做家己介意的代志。啊，有遮拄好有囡仔介意拍球，我就成立球队啊。你做遮个代志足忝的，恁某敢会家己支持？我某较忝嘛，系啊。恁某比你搁较忝。哎，对啊，我某煮饭。哎，你做好听的咧。系啊，命较好啊。命较好，敢会想讲要放弃啊啥？嘛无啥物放弃，你逐工在过生活安尼，一直过生活尔，无啥物好放弃的，系啊。这就是我之前上过的生活嘛，甲大家做伙啊，全部拢是拍棒球的囡仔，系啊。够我看大汉的，像阿宝阿奎安尼，我们大家做伙伫遐有一个照顾家的囡仔，系啊。我感觉你足戆的呢，你敢袂感觉？哎，我家己足戆的。袂啊，你是家己介意做的代志，你就会。你会开时间去做嘛？啊啊，
其实做做遮济代志，你该该欢喜的就是家己安尼尔。啊，但是你收入倒位来？我是义务教练，其实我唯一接别个所在计划案，佮有遮济朋友喜欢棒球的，佮有就喜欢囡仔的，好，甲我有相同看法的朋友做伙斗相共。我的老师也是教练，其实拢袂做甲遮济。袂啦，大家做做伙啊，就家己的干儿子相共啊，系啊。就大家拢亲像你的后生。嘿呀，客家啦，客家。啊，那你对因有啥物看法？看法啦，袂啊，就是在囡仔找到应该伊的兴趣，搁去搁去拍拼，安尼就好啦。嗯，无一定是棒球啊，但是有时阵因为这个代志会当学到无同的所在，较有团队精神的，搁开始较会当食苦，安尼拢是好代志。YouTube 爱记订阅、点赞、分享，还佫小铃铛佮拍开。